お疲れ様です。今日も一杯飲みましょうか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探讨时间。今天呢，我要来喝 Glen Orange 找我的听众十年，酒精浓度 40%。最近呢，可能会推出比较多的酒款的品饮的影片，那所以呢，篇幅可能有点短，那酒厂的介绍也并不会做得太详细。如果想要看酒厂介绍的，那可能要关注我的宅饮系列哦。认真宅饮，就让我们认真的品饮一款酒，了解它的风味吧。我们来倒酒吧。那超简单的介绍一下背景 ，Glen Orange 呢是在苏格兰高地区的一个酒厂。那它很著名的就是它有长颈鹿脖子般长的蒸馏器，而它目前是属于 LVMH 集团，首席调酒师是 Bill Lansden 比尔博士。那 Glen Orange 十年在日本也很常作为 Highball 时所使用，因为它所带出来的清爽的个性，带点新香料的新口的感觉。做成 Highball 时格外的清爽，可以让人一杯接着一杯喝下去。我还记得我在前年的时候参加过一次格兰杰在 Roppongi Hills 办了一个算是户外的活动吧，那那边他就搭了一个舞台，旁边有活动室的酒吧，然后现场请演奏家演奏一些爵士乐钢琴演奏，然后你可以点他的 Highball 或者是纯饮。那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就喝了他们的很有名的 OrangeGlen Orange Highball、啊、有够绕口的、哦、橘子格兰杰 Highball。 然后我还记得我喝了西印 Signet 还有它的18年，嗯，那个西印的风味我超级有印象的，其实很想要自己入手一瓶啊，啊，不过价格有点高啊。我们来闻香吧。哦， Glen Orange Orange， 那我很橘啊，带点果肉的感觉，香。日本啊，在冬天的时候，很常会在暖桌里面吃橘子嘛。哦，真的很像在剥那个橘子，把那个肉剥开，啪啪啪啪啪啪，把果汁喷出来。哦，原模运气十年。明亮清爽的气味，新鲜的橘子皮、橘子肉的感觉，然后深处有丰富水果调性的汁类的味道，整体有波本桶的清爽木质调性，不会太重。喝看，舒服清爽的干木头的调性，带一点点 dry 感。那果香味一点点而已，整体是蛮拽的口感哦，新口，这应该适合酒吧的第一杯酒，或者是做成清爽 Highball 来搭餐哦。清爽的，干木头的，可以稍微感觉到它一点橘子的气味，橘子的香精，橘子皮，然后有波本桶的香草感，一点点辣口感。dry 的，那就酒精浓度 40% 的话，它的包覆性也蛮不错的。那尾韵是轻柔的，有点清凉感，新口的感觉。然后在口腔中残留一种甘草的气味，不是中药材那个甘草哦，是干干的草。其实有时候啊，我们很多人都会一味的追求一些高酒精浓度，或者是味道一定要相当浓厚的酒款。那当然啦，你可以说我们买浓度高一点点的之后自己再加水就会变淡，这样子一举两得，就好像买浓缩酱油一样，想要淡一点就加点水这样。可是呢，我觉得并不是这么简单就可以解决的哦，因为有些酒款加了水它整个平衡性会跑掉，或者是苦的味道就跑出来了等等的。那我们要如何面对这些味道比较淡雅的酒款呢？就如同我们在吃一个套餐的时候，我们前面可能需要一点点清淡的，不要味道就下这么重。又或者是说吃日本料理，
鲜鱼的，那我可能一开始就要先吃白肉鱼，味道比较淡雅，比较清爽，然后之后再吃比较重的、重油脂的、重口味的。所以什么样的场合喝什么样味道浓度的酒，除了要慎选以外，大家也可以依自己的喜好去购买你所想要的酒款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按 Like、关注、订阅、Instagram、YouTube、Twitter， 拜拜。